第一节，按揉神门穴。神门穴是手少阴心经的穴位之一，属心经原穴，可从小指延伸下来到手掌根部末端的凹陷处，快速找到此穴，用拇指指腹以每秒一次的频率按摩神门穴30次，能有效治疗心绞痛、神经衰弱等病症。第二节，按揉足三里穴。足三里穴是足阳明胃经的主要穴位之一，此穴位于小腿外侧，膝盖向下量约15厘米的距离，犊鼻穴与解溪穴连线上，人坐端正，双脚着地，再从膝盖向下量4横指的距离，即可快速找到此穴。用食指和中指指腹以每秒一次的频率点按足三里穴30次，能有效治疗各种胃肠道、呼吸道、心血管等相关的现代疾病。第三节，按揉太冲穴。太冲穴是足厥阴肝经常用穴位之一，位于足背第一、第二趾骨间向脚背延伸的凹陷处，用手指沿拇指、次指夹缝向上一压，即可快速找到此穴。用拇指指腹以每秒一次的频率按揉太冲穴30次，具有镇静安神、理气止血、疏肝解郁、平肝潜阳的功效。按摩以上穴位，能有效帮助调节气血、舒筋通络、缓解疲劳等功效。